任何测试都是为了找出瑕疵。面拇指我是 check defect， 手上这支空鼓棍就是 check 空心砖。将我的人好像反转再反转，原来真的着和服是这样的。只不过主要是讲你们那些。我为了尊重个场合，所以这样着来见老师。所谓的我们叫空鼓，即是曲曲曲曲这样的声音。我就湿晒了，我就流晒水了。我就流晒水了。亚顿威化带给你搵食口发声。今晚11点 ，Feel TV。